教化众生，救苦救难了。我们在新旧约里面看到啊，有像穆罕默德、伊斯兰教里面的先知啊，基督教里面称为天使啊，中国人称为圣贤啊，他们那个时代，穆斯林在那个时代也是受尽了折磨，也是遭遇到苦难啊，穆罕默德创教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跟佛教的宗旨啊所讲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的典籍，你要细心去看一看啊，去读读，我发现了大部分完全相同啊，不一样的地方很少很少。那是什么？那是各国族群文化背景不相同啊，历史环境不相同，生活方式不相同，神啊，发心佛总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随一切众生都乐意接受啊。法华经上说，是法诸法位，世间相常住啊。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很深啊，法是指一切法啊，那么这个世间法，这个世间相常住，很不好理解。我们见不到，我们所见到的世间相无常。佛菩萨见到了，佛菩萨见世间相是什么呢？跟我们不一样，人家立相见性的啊，我们这个相，像前面讲的生生生生无常啊，那另外你就想到了，法身常住啊，法身遍虚空法界嘛，它没有相嘛，世间相常住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也就是说真相常住，妄相无常，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是故三惑清净，这三种迷惑，这三种迷惑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三样你统统放下了，
你的清净心现前了。啊，有这三样东西，你的清净心呢就被染污了。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不是真的染污了。啊，是好像染污。不是真的，真的染污，你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清净呢？那不可能，不是真的。啊，所以本性常住的色心显现，这就是因果。一正二法了，究竟清净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一样啊，这个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了这个，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跟他的这些学生，一般呢，都是在野外活动啊，啊，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啊，教学都在树下，山林树下。啊，大树底下用杂草铺一个座子，铺一个坐垫，佛坐上面。这是凡人看到的。禅定躬身的人，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大树底下坐的这个座子不是草铺的，金刚宝座，无量的庄严，凡夫看不到。啊，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故意变金刚宝座，他坐在上面？没有，要晓得佛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从来没有分别之处。啊，那这是什么？自自然然信的。信的自然显现。啊，那个金刚宝座是什么人心里头变现的呢？是那个看的人，他的清净心里面现出来的。那他有这个念头，这个信得他的，所以要应嘛。啊，那个人有感，说菩萨有感，这个佛性他就有应。那印出来的时候就跟他想的是一样的。哦，佛是坐在非常庄严的宝座之下。那这个看菩提树呢，哦，菩提树也是七宝树。啊，不是我们普通草本的，就像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树一样。啊，无比庄严呢。他这通通是境随心转啊，看你是用什么心啊。啊，所以境界的时候不是佛在那里变现的，是你们众生变现的啊。因为他不想干啊。啊，就如同有一次啊，好像是提婆达多是哪一个要害释迦牟尼佛。
用什么？用狂象，大象。大象呢，大概是用喂它东西啊，里面有酒，让这个象醉了。醉了之后，它就发狂，啊，用这个象来攻击释迦牟尼佛。那么佛伸出手指这样挡住他，这个手指前面就出了五个狮子，这画五个狮子，象一看到五个狮子在面前呢，自自然然地跪下来了。那以后佛告诉大家，他说我伸出五个狮子，我没有变五个狮子，五个狮子怎么来的呢？是从那个象的心想生的。所以一切法了，是一切众生心想生。那么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启示，转境界不是什么神通变化，是你的意念，你正念它现的是真法，邪念它现的是魔法啊，那就被取了魔障啊。佛心纯净纯真啊，所以他这个一视线，我们晓得，在我们一般人想的，护法神变现的呀，啊，护法神变现五个狮子啊，我们也一定是这么想的，这想也没错，为什么都从心想生嘛，啊，都不算是这个错误，啊，确确实实，这个一切法是心想生。所以依报正报清净啊，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行了啊，那你就入了佛的境界了啊。我们纵然做不到这个境界，要学最低的啊，最低的是菩萨法啊，我们学华严，放下世出世间一切执着。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现在念的是实信这个单元呢。啊，实信我们现在显首是第十信的菩萨，啊，第十信位的菩萨。世出世法所有一切的执着，对人对事对物执着统统放下了，是七性位的菩萨啊。七性位的菩萨在断烦恼这个层次上呢，跟小乘阿罗汉相等啊，就是放下是相等，但是智慧不等，智慧比小乘大得太多了啊，这个不一样，大小乘完全不相同啊，没有法子去比的啊。为什么呢？大乘执着放下了，执着的习气很淡；小乘执着放下了，执着的习气很重。道理在此地。事容易放下了，习气很难断呐。啊，有证得阿罗汉果的，这世尊当年在世弟子，啊，贵族出身，啊，那个贵族的
那些傲娇慢习气他真的放下了，可是平常对人呢那个态度还是很明显，叫人家看到的时候这个人还傲慢，否则他确实没有傲慢习气啊，习气可不是那么容易断的啊。习气断了在小乘那就提升一级辟支佛了啊，所以四圣法界里面声闻见思烦恼断了，就执着没有了，有习气，习气断了他就升一级圆觉啊，圆觉没有习气，圆觉在提升呢，就是菩萨啊，所以他要断什么？他断分别啊，菩萨断分别，但是还有习气啊，习气断掉之后，再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这真的成佛了。所以非常非常难得，我们在大乘教里面把这些根本的道理搞清楚了啊，只要掌握到根本就好修了啊，根本就是一心了啊，所以这个后面有一句话说，非真实无相之法性也啊，这个跟有些宗派里面讲的法性无相啊，法性无不相啊，无不相就是有相啊，这个有相是他的应化身，应化身要记住，应化身跟化身报身一二三，三二一，这以后就没有了啊。那么他实现这个身，我们前面说过啊，菩萨纵然是化身菩萨，无始无明习气没断，他还是不断的在提升自己啊，这叫自受用啊，自信清净心里面确确实实有无尽的慈悲所以与一切苦难众生相应了啊，真的是哪里有苦他哪里就去啊，啊他的去来我们没法子想象啊，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为什么呢？化身遍十方法界，它只可以说现身啊，身的影现没有去来，我们凡夫人有去有来，它没有去来啊，这是有缘哎，显现，没有缘就不现了啊，不现不是不存在，这个理就很深了啊。法心
有见闻觉知之德，所以叫法身。所以叫法身跟法性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所以叫矿物。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做出来了，知道水有见闻觉知。我告诉他，不但是水，所有物质现象都有见闻觉知。为什么？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心性识变的，他怎么会没有见闻觉知呢？再跟诸位说，虚空，我们问虚空有没有见闻觉知？虚空也是法性变现的，虚空之体就是法性。那虚空有没有见闻觉知？虚空没有见闻觉知，我们的见闻觉知就不能够传递。这个现在我们可以从这无线电的播送你能够体会。虚空实在讲的是虚空不空啊，它不是无啊，不是空无啊，我们现在虚空，所谓真虚空，你看不见，你听不到。六根都没有办法接触，称它做虚空。法性就是虚空，虚空就是法性，那它怎么会没见闻觉知呢？所以我们现在见闻觉知的讯息用无线电，你看送到远方，他那边就能收到。通过的是什么？通过我们知道是电磁波。电磁波依赖什么呢？依赖虚空啊。而且虚空还是一种震动。它跟电磁波的时候共同振动，而是电磁波之体性相永远是集合在一起，性不离相，相不离性，这都是佛经里面讲的科学。发现如果是这个与外面缘是染物，它随染物的缘；外面境它随境缘，随染物的缘。譬如三恶道，恶鬼出生地狱，它随它的缘。所以随它的缘，染而不染。看它很，实际上它并不染。就跟水跟油合合在一起撞在一块，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它并不然。那么在三善道跟这个人天合在一起，它也不然。永远随缘呢，永远不然。真心
要染了的就不叫真了，啊，叫真心，啊，这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哪一天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见性了。你一见性的时候，跟六祖所见到的会是一样的，啊，你见到了。清净，这就刚才讲的，永远没有染污啊！在三善道没有染上善，在三恶道没有染上恶，清净啊！何其自信呢？本自清净啊！与染污不相干。何其自信呢？本无生灭，那就是大涅槃啊！自信本来就是大涅槃，没有生灭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你只要把这三个放下，你就真的。八万四千法门是教我们放下的方法了，这个要懂啊。修这个法门不知道放下这三桩东西，也白修了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修行人不能起入境界，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受用，原因在哪里呢？没放下啊！古大德告诉我们，放下一分得一分受用，放下两分得两分受用，真有效啊。得真受用啊，对这个学科你才会产生兴趣，所以说法喜充满啊，无比的快乐啊，啊，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世味哪有法味浓啊！啊，世间这个乐趣趣味，跟法没有法子相比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学佛的同修不能够得到佛法的这个功德利益，原因是贪图世味。还自私自利，贪图名闻利养，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因为有这些行为习气，所以你那个内心里头生贪嗔痴慢疑，生烦恼。你不生智慧啊，虽学佛不能说没有益处啊，佛也得也度你，你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佛的种子而已，不起作用啊，生生世世还是业力在主宰，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
那叫什么？豁然大悟啊！啊，悟了之后，悟了之后自然放下了。啊，原来放下就是啊。在理上讲，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啊，六祖慧能跟我们做了一个例子，做了一个榜样，一念之间。啊，一念真的觉悟了，觉悟就是放下了，没放下没觉悟。啊，放下一些还留一些是悟了，不彻底。啊，没有彻底，那也算是不错了。啊，程度高一点的，确实永脱轮回呀。啊，那么他在四圣法界还要逗留一段长时间。啊，这在佛家叫渐修啊。啊，这不是顿超啊。那么由此可知，凡是顿超的几乎都是都来实现的啊，来表演给我们看的啊，表演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事实确实如此，看看我们能不能一下放下啊，真能，那真的行。烦恼中，习气深，啊，我们常讲业障啊，啊，业障太重怎么办呢？慢慢来，渐渐地放，啊，走这条路。总是走这条路子的人多啊，啊，太多太多了。我们有信心，能行，啊，这个路子是可以走得通的。啊，可是我们要认知，有这个认识。知道，诸佛现身说法，一切时一切处，永远没有中断的。啊，有缘呢，你就能遇到。正像我们先前这个事情啊，像卫星电视啊，播放这些节目，真的是24小时不中断的啊，围绕着地球的边缘。只要有缘呢，就看见了。有缘什么？你装上一套接收的这些设备，啊，装上一个电视，能够接收到，啊，你按哪个频道，频道就出现了，啊，就是有缘人。啊，佛菩萨摔跤的时候不需要用这些机器，
啊，什么叫有缘人呢？清净心，啊，只要能够把执着放弃一些，你就开始接受到讯息了。啊，那么我们就晓得了，我们今天接受不到什么妄想分别执着，一分都没破，所以没有办法接受到啊。华严经上讲的，华严是圆教一真，初信位的菩萨等于小乘须陀洹，他就能接受。啊，因为他把见烦恼断掉了。啊，我们常讲身见。啊，他知道身不是自己。什么是自己呢？整个宇宙是自己。这大乘。啊，这不是小乘。啊，所以大乘智慧比小乘高，啊，知道整个宇宙是自己。大乘有爱心，小乘没有。啊，大乘有大慈大悲。啊，他跟信德就相应，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所以对于变法界、虚空界的自然关怀，啊，自自然然的全心全力帮助众生呢，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是自然的，啊，所以他就能收到啊。古德所说啊，沉沉叉叉了，俱说俱听的，说听同时啊，妙哉此境，不可思议。啊，那我们要说了，这十方如来说的是什么法呢？给诸位说。说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呢，是一切诸佛所说之法的总名称，就像我们现在讲大藏经啊，总名称里面没有一样不包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全在里面。释迦牟尼佛没有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字一句都不漏。啊，说听同时，啊，那么我们只要把。啊，特别是华严经界里面啊，初信位的菩萨就能够听佛说法啊，你能接受得到吗？啊，天眼通了吗？先前了吗？天耳通了吗？经上说32相80种好啊，皆从心想生我们从这句经文就能够明了如佛所说无有一法不从心生
无有一法不从心灭啊，所以一切法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晓得心生的，我们有念头，什么时候念头没有了，法就没有了，法不是真的心生心灭了，是妄心啊，不是真心啊，真心不生不灭啊，所以这个心生心灭就是为识所灭，是心啊，不是真心，这个道理要懂。但是真心跟妄心呢，永远也混合在一起，分不开，真妄不二啊！啊，什么时候你能见到真心呢？你把妄断掉，真就现前了。真不要求，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真心现前。啊，所以古德有一句名言说啊：“淡除其妄。”莫求其真，这话说对呀、啊。你要想求真，那就又变成妄了，又杂妄想了。啊，只要把妄的除掉，真的就现前。啊，千万不要再求真，求真又是个妄念，又是个妄想。啊，你永远见不到真。所以佛在经上才有随其心境则佛土境啊，心境这个境的标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都断了啊，那个时候的境界就是华藏，就是极乐啊，是诸佛如来的报土啊！啊，经上讲的十报庄严土是真实，那不是虚妄的啊！在哪里呢？就在现前净土即是此方，此方即是净土，心净佛土就净了吗、啊、你即是心净了，你看这个地方山河大地无量珍宝成就，决定没有灾难啊，日丽风火就极乐世界，就在此地啊，啊，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变成秽土啊，所以净从心生，心善境界就善，心恶这个境界就恶如果我们再冷静去想想，那么像我这种年岁的人啊，80岁之前我们的生活环境可以说非常的美好啊，人
少病少恼，天地少灾少难，啊，这八十年之后，人心变了，啊，在我们那个时代，人有贪心，不敢露出来，为什么呢？露出来怕羞耻，怕别人讥笑他。啊，纵然贪财、贪名、贪利，它有个限度，不敢过分。啊，他知道收敛。这个现象怎么产生的呢？古圣先贤的教诲，人有羞耻心。啊，本性还没有完全迷失，啊，人有爱心，有同情心，啊，都乐意帮助别人。这一直到抗战期间，抗战期间我是流亡学生，十几岁。跟家庭离开了，打仗啊，到处逃难啊，几乎我们所到之处都是陌生。可是到一个地方，这些人他都会照顾我们啊，非亲非故啊。他看到小孩十几岁流浪啊，没有人照顾现在这个时间没有了，所以那是有同情心，有怜悯心，有爱心啊。那么现在隔了六七十年啊，现在的人心确实充满了贪嗔痴慢疑我见，佛法里面讲的十恶八邪，不善的习气全都具足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是表面上看到地球生态平衡破坏了，境随心转嘛，心不善了，山河大地都不善了，所有一切万物都不善了。在现在讲，产生了相互的影响，我们不善的心影响外面的不善的环境，外面不善的环境呢，又影响我们给这个心就更不善了，这个事情麻烦大了。这样下去呢，确实就是西方宗教典籍里面所说的世界末日啊。那么是这个事情提出来，确实令人忧心忡忡，谁都不愿意见到这个事实。可是现在这个事实已经浮在我们的面前啊，也真正是难得
1970年代啊，1970年那个时代，英国汤恩比博士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那么我们要问，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怎么解决的问题？孔孟学说的核心，仁义也。大乘佛法的核心，慈悲也。真的，这就能解决了。啊，仁者爱人。中国传统的教育是爱的教育，爱人的教育。亦是合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合理。这个理就是道德。啊，人能讲道德，人能有爱心，这个境界，外面境界马上就改变了。啊，那么佛法讲的是更彻底的，没有条件的爱心，无条件的。啊，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佛爱一切众生呐。这叫大慈大悲，慈悲遍法界。啊，有慈悲才有善巧方便。先转自己，把业力转变成愿力，哦，那你的命运全部改造了。那你不受业力支配了，啊，业力转变成愿力，你相貌转变了，体质转变了，啊，没有转过来的时候，我们的相貌，我们的身体。业力支配啊，转过来之后啊，愿力那就变成菩萨了。六道凡夫啊，是受业力支配；四圣法界是愿力。啊，你的相貌变得很清净慈悲。你的身体什么疾病都没有了，啊，疾病是业力，啊，真正转变成愿力了，体质变了，啊，就是健康长寿啊。长寿是不是自己要的？不是的，啊，自己不执着寿命，寿命就没有了。啊，留在这个世间呢，留在这个世间是愿力。啊，是跟众生的，就众生他的感应。啊，众生需要你，你一定多助。众生不需要你，你马上就可以走。世间人所讲的生死自在啊，啊，生死自在，没有生死啊。
学佛，最重要的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跟我们讲，真诚啊，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应啊！你在这一生当中用什么心？用真诚心，你什么都转过来了，真就是没有虚伪啊。那么现在常讲呢，现在这个世界人人人都是虚伪，虚情假意，我用真诚心对他，那不是处处吃亏啊，处处上当啊，是的，没有亏吃，没有当上。为什么呢？你要是真正契入佛的境界了，你知道万法皆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上什么当？可见的，你所担心的吃亏上当，那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你没放下啊！放下，你真正放下会不会？不会，你成佛了，你成菩萨了，你跟法性相应了啊！头一个好处，你就真的是你的业力啊完全没有了，变成愿力了，这还得了吗？这是无价宝啊！啊，到这个时候，你帮助众生，众生有没有缘？不是你们有没有能力，你的能力是圆满的。啊，想帮助还有障碍。众生业障没消啊，是这么个道理啊，与你丝毫关系没有啊，啊，你念念功德圆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这个意思还没讲尽，明天我们接着再学习。